本地有些居士在亡者过世之后啊，请某位有神通的人来看看呢，亡者到哪一道去啊？也有一些居士找有神通的人看自己临终是否能往生西方，一些病危的居士请他们看看多长的时间能往生，多长时间还不能走，请问这些有神通的人所说是否准确？这个我不知道，你要去问那个神通的人啊，然后再看看他的话灵不灵，你就明白了啊。学佛要尊重经典的教训，佛教给我们依法不依人，法是什么？法是经典，经典是我们终极的依据啊。纵然听法师说法，如果跟经典讲的不相信不相应呢，我们都可以不采取啊。他讲的是经典里面有，我们能相信他啊。经典没有，他自己想出来，我们不可以相信他啊。那你再去找这些神通的人的时候，那你就错了，你已经不是佛弟子了。